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发财树的树干养得越粗大就越是好看，但很多花友不得其法。其实用好一种水，发财树不但能养得茎干粗壮，还能枝繁又叶茂。这种水家家都有，它就是淘米水。米粒的表层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淘米后的水有些细小的米穗，这些米穗含有丰富的磷元素，磷钾元素是茎干发育坚韧壮大的关键元素。发财树想要茎干变壮，就得时常补充。当然，想要快速养粗壮，最好配合一些措施。 比如经常给它的茎撒一些水，让它能够保持湿润的状态，可以让它长得更壮。若是它侧面的枝也长得很茂密，可以适度的剪掉一些，这样多余的养料可以转移到茎干上，它也就可以长得更壮了。当然，做这些之前，不要忘记趁着合适的时节帮它换一个更大的盆，它的空间变大了，可以快速的成长的同时，花盆也能够容纳变大的茎干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